OK， 我讲 Avenue Eight， 啊 ，City， 阿摩叫 Avenue Three 出，是你先大声的嘞。我讲话是这样，不是骂人。不是你，我们他们，他是我不是骂他，我不是骂他。但是你这样大声，你让我们觉得你好像在要对我们讲，对不对？假如我加的西药，我每次都这样啊，不是。不必加这西瑶了，真的是，我是讲话一路来讲，不是骂你们。不是你突然很大声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我不是骂你们嘛，我讲话就是这样的，一路来都是大声的，不是骂人。但是不可以这样嘛，啊、因为你每次这么大声，如果别人我讲话是这样大声的啦，没有了，昂哥，我跟你讲了、啊，你说我大声 OK 了，我你说我大声骂人的话，你听我讲先啦。好他问你，他因为他没有走过这边，啊、他就问你，对，我就是专门走没有你不要走缩客还什么东西，啊、他也没有说安哥，你走这边比较贵还什么东西，你就感觉好像安哥，为什么你走这边好像比较贵是吧？你听不要这样，我是要跟他讲啊，你懂路，你叫我走，你明白吗？对，你让他讲话，但讲话语气好一点，不要说好像要跟人家吵架一样，对不对？不是吵架，我的本来就是这样啊，我不论在家里还是在外面都是这样讲的。我不是要吵架的，你如果这样，如果吵架的话，我就不会加滴息的，明白吗？啊，加滴息什么对顾客都是要人的吧？我是一路来都是讲话大声，明白吗？不是，他没有跟你，他又没有跟你讲，我没有骂他嘛，怪你还什么东西？没有，我没有骂他嘛，我是这样跟他讲，我听到我就跟他这样讲啊，哎，你懂路，你叫我转哪里，我转哪里，我转了，明白吗？啊，但是你不可以这样大声，哎、我讲。对啊，你明白我讲话是大声的，不是骂人的。你如果我们两个人讲话大声，一定比你大声。你会舒服吗？我，你一定不舒服的吗？我不干涉你们讲话大声，不是这样讲而已。昂哥，我不是骂你们。你做设备人，我们也做设备人，不是说单单你做设备人。对，可是讲话那种语气，对吗？我们做行业是设备人，不，我是讲话比较大声啊，坦白讲啊，对。啊，我讲话比较大，我不是，从头我没有恶意，明白吗？从头到尾啊，从头到尾啊，我们都没有，他都没有，对，我知道，我们两个都没有出声，没有，我知道，他只是这样讲，然后我跟他讲，你懂路，你跟我叫我转，我就转哪里啊，明白吗？如果你这样讲就对了，啊，但你前面不是这样讲的。啊对呀、啊，你前面不是这样讲的。我说，你懂路，你叫我转哪里？刚才这样讲是对的。对呀、啊。但你前面不是这样的。没有，我讲前面，我讲最后忘了，没有啦，讲一下。哎，你前面是。对啦，就是哎呀，你前面小，你前面哪里啦？我本来就是讲话大声的啦。不是，安哥，你遇到没有？你遇到怪的客人有，可是你要看那个客人有没有跟你说，哎，你走这条路比较贵。那你跟他讲，你要语气怎么，那是你的事。我是这样，我不是骂人，我不是骂人。不是你听起来让人听起来很不爽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你们听起来说我骂你们，对，我知道，我也是知道嘛，吧，我讲话是这样啊。知道要讲、哦、你都知道感觉是骂我们， okay? 那你就应该改嘛、啊。我哪里是骂你们？我讲话是这样的，我是这样的。这样你不知道每天跟客人吵架哦是是，我就是每天跟人吵架是不是？我这样不可能加到十二年的滴息啊！坦白讲啦，哦，今天心情不好啊？啊，今天心情不好，哎、还是我们前面讲话太大声？不是，你们有他什么有的都讲话大声，我都静静啊。那他是说转哪里转哪里，我说跟他这样讲话，跟他这样讲，你这条路你跟我叫我转左，你前面有这么小声吗？对啊，我是这样的吗？我是这样讲的吗？